多年，你会觉得我对你不好吗？没有啊。所以如果别人说大乔一直都在欺负你，你会怎么讲？那你说一次，假装你是那个人。哎呀，我很喜欢你耶，可是我觉得大乔一直欺负你，都不会觉得。干嘛打我？嘘。You don't know anything。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英，干嘛又打我啊？干嘛又打我啊？事情不是你。你怎么可以随便打路人？别看事情的表面好不好，每个朋友都有他相处的模式，而且我们已经认识20年了，怎么可能一直被欺负还可以好20年？对啊，我们对彼此都很了解，并且当我要完成我的